物者，所观之境也；歌者，能观之志也；知者，所显之地也。一心三观明格物，一境三地步，令隐晦明智之，不可以智之为空观。格物为假观也。唐六分故破之，乐之五味百法，皆无实我实法为物格。转第六十位妙观察智慧之智，转第七十位平等性智慧一成，转第八十位大圆净智慧心正，转前五十位成所作智为身修，一身清净故，多身清净，乃至一世界清净故，一切世界清净，为加其国治天下平，只一物格功夫到底，治之之学，使无亏欠，是谓就近不离于初步也。